我真的很想赢。不行，我跟你说一下。跟每个人都会骗你。不甘心。王念书，你不能哭，不要懊，不要懊恼，这是团体，是你个人。我知道，我大家懊，就算是输，对，因为我是被大家精神感动，每个都拼，每个都拼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李九哲在上半场了，最后建大功这边要抽，这一球抽到了，一对一，阿昌这个球，李俊啦，阿昌。阿昌这边也倒地，谁踢到阿昌的头了吧？现在要看裁判怎么吹啊！阿昌的头被踢到了吧？撞到地方，撞到地方，撞到。回防，回防，回防，回去！回防，回防，回去！天哪！没事没事，没事没事，没事先找到。他给个空间，给个空间，我有事情，我有事情。冲击，对的。你没有受伤啊？谢谢阿昌。好，全民运动会呢，在每一场比赛啊，都会旁边有专业的医护人员啊，在为选手来做守护。好，阿昌好棒。阿昌呢是拼命的出来想要扑救。哇，阿昌真的是个太拼了。我是觉得他跳过，他滚过来，我已经球踢出去，然后我滚一下而已。因为我没有看到，我不知道是不是。我手，去投球，去投球，现在这里好，剩37，剩最后两次攻击而已，两次攻击而已，把球就补过去，推过去，推过去，就不要让球过这半场。对。手背很重要，防守很重要，可以吗？加油！30秒，对啊，加油哦，加油！一定要加油哈！对，防守哈，来，1、2、3，Team 就在距离上半场结束剩下37.3秒的时候，刚刚邱雨辰呢是超级到这个球，要往球门进攻，他是脚先踢到了球，球进。那裁判的判定是那个球进算哦，并不是攻击守门员的犯规，干扰守门员的犯规。不要手下，没有啊，大家都废。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小月，不要受伤。没事没事，我真的很想赢。不行，我跟你说一下。跟每个人都会拼。不甘心。剩下最后的6.3秒。男队有没有机会再进攻一波？哎呀！地球起脚，最后2秒，1秒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上半场时间到，上半场还没，还有剪，完。目前是蓝队取得了3-2一球的领先。是，不过红队呢有两名伤兵，现在阿昌跟滋滋可能状况都没有办法在下半场继续出战了。没事啊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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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告诉你们，我真的很感动。没事没事没事，被罚了3个球，爽气啊！没事没事，对，我们还没结，比赛还没结束，对，还没比赛还没结束。等一下我们，等一下我们赢，你再哭吧。加油！加油！起来 ，OK， Let's go， 阿三过来 ，Let's go， 阿三过来，阿三过来，哎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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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红队，上来。王念书，你不能哭，不要懊恼，这是团体，是你个人。我知道，我大家懊恼，就算是输，对，因为我是被大家精神感动，每个都拼，每个都拼。OK， 我还没结束 ，OK。他们不要吵。我们要坐过去，坐过去。犯下不该犯的错误，又没把球守好，然后看到大家的精神，然后就是当下一个心情就是很感动。